工作晒伤超不爽，巫以轩接话被打枪。有一次我去澎湖拍戏，只是一个早上而已哦。回去第一件事就洗澡，我跟你讲，痛到头皮会痛。嘻嘻，上次也是出外景的时候绑辫子嘛，回来也是这整条晒伤。但我都是蛮敬业的，我在一开机以后。谁不敬业？你在我们两个讲完这个故事，接这个嘴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